超级技能全部放出，不到一小时就出超级授权了。我靠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超级授权出了，超级授权出了，第一本超级授权是超级驱鬼。这个逼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测试服四个服务器一周七乘以24小时没出，正式放出100多个服务器1个小时啊，出授权了，出授权了。哦，超级驱鬼啊，等我看一下超级驱鬼是干嘛的。超级驱鬼啊，自身的鬼魂术将无效化，这前面都是正常高级鬼魂的效果。双场上带有鬼魂术的双方场上带有鬼魂术的伤位降低20%。33手吗？是的。双方场上带有鬼魂术的单位伤害降低20%啊！这玩意儿还有镇鬼的效果，不仅驱鬼，还有镇鬼。自身的鬼魂术将无效化。上古摩西，小鬼无尽，听起来稍稍微微有一点复杂啊！兄弟们能看到啊？超级授爵如果在一个服务器出现，类似于鲲鹏的那种提示，也就证明它的几率其实不会太高。但是我不知道垃圾授爵提不提示，驱鬼是不是垃圾啊？